庄的福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猪肉料，这是一道香酥美味的家常菜，菜名叫做日式炸猪排。如何炸出面衣酥脆、肉嫩多汁？现在告诉你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两公分厚的鸡肉一片，高丽菜60克，面包粉50克，全蛋液一颗，切高丽菜丝。备一锅冰开水，刚切好的高丽菜丝下来，泡两分钟。用冰开水泡一下哈，高丽菜丝会比较脆口。泡两分钟后沥干水分。里脊肉买回来后，这个白色筋膜要先断筋，不然炸的时候它会缩起来。哦，这若不用灯哦。煎了，拄着小煎了吼，又翻球起来哦，都袂规片哦。断筋以后，准备两只叉子，哦，把肉排充分的擦一擦。两面都要哦。哦，像这样子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台式肉排跟日式肉排拍打的方法不一样。台式猪排要把肉排拍大片一点，视觉上看起来比较大片，相对肉会比较薄。日式猪排的重点不用拍大片，只要让肉软就好了。所以日式猪排的视觉就是肉厚，肉很厚。盖着，好，稍微拍打几下就好了哦。哦，两面都要。拍几下就好了哦。肉排调味，先撒上胡椒盐，两面都要哦。撒上少许面粉，翻面。再沾蛋液，再沾面包粉，哦，手轻轻稍微压一下就好了。调猪排酱，番茄酱50克下来，酱油膏30克，黑醋30cc， 糖20克。拌匀，
拌匀后开火，转中小火。哦，用中小火哦，煮到沸腾就可以了。煮的过程哦，要稍微搅拌哦。煮滚了，起火，放凉备用。备一锅800cc 沙拉油，开火，油温烧至170度，温度到了，猪排下来，炸3分钟。用这个温度落水，才会把肉接受起来。刚下锅哦，先不要动它哦。炸1分多钟了哈、哦，翻面。时间到了，把猪排夹出来。夹出来以后，静置1分钟。猪排切小块，这样就完成了香酥美味的日式炸猪排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用叉子断纤维，肉质较嫩；肉锤拍打，松软肉质。起锅后静置1分钟，才会肉嫩多汁。肉嫩多汁，滋味酸甜。试试这样煮，你会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